你先去看，我来给你先啊。我无代志啊，多谢你。你那时候没敢想你要去啊？我是讲，你为什么不录用啊？啊，无安尼啊，来，你甲我教，教东西，你止痛药。啊，你若看到我疼，你就袂疼，对不？ 看到你笑，我就感觉我阿仔回来。你放心嘛，今麦有我保护你，什么人我敢欺负你，我就开怪手啊，跟你斗搞鬼，你敢不敢做？其实，看你今麦变干呢，我真系足惊的。我惊，明仔时真正恢复记忆啦。 是不是拄着搁较侪危险？我感觉温瑞德这个生活真正伤过复杂吧。我感觉你继续做一个，啥物拢唔知影，敢知影拍的迄个臭阿仔。我想唔得拍你啊！好啊啦，你莫艰苦啊啦！你敢无听人讲过，会当坐都莫徛咧。 会当拍哦，都卖坐咧，晒咧，我爽咧。哎呦！哇！恁爸头一过看到火烧着病人啊，心情才好哦。安怎？我阮查某囝甲你奉待，起码是医药啊。哎，爸爸。爸，你莫欺负阿仔，人是病人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爸爸知影你唔敢骂仔啦。 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哦，若要你回去找伊，可能就是讲阿丽的命嘞。哦，爸爸有给你早起替换衫裤，阿丽去整理一下哦。爸爸有讲，以后较注意，那像这种火灾哦，你落土豆哦，冲头前就好啊啦。你查某囡仔，你万一若火烧着，老爸你看要安怎？小叶。 啊，这是你小妈替你整理的衫裤。哦，嗯，多谢。好啊，爸，我知，阿妹洗洗念啦，我来整理一下，阿仔后你讲。你若较好啊，我是回来哦。嗯。唉，拢我袂记，是拢伫你遐去啊，看要安怎就好。 讲起嘛趣味的吼，啊，恁两个算兄弟啊，啊，莹莹甲小叶，佫是姊妹啊，照你讲，应该是咧亲上加亲的，大家好来好去，勿对的。来偏偏咧出一个小查某来陈雪英，啊，无恁张家祥啦，拢无人那个修理啊。进前瑞德把爸红拐伫火灾仓库，造成伊呼吸道严重吸入是呛伤，差一点都无命。 这个代志就是陈学英的查某囝张元美做出来的，瑞德，你敢搁会记？我不会记啊。查某囝拢敢做这种歹心毒行的代志，还佫卡边讲老母啊啦，迄有偌艰苦的。恁爸是唔敢保证讲哦，这个代志哦是陈学英做的，但讲哦伊的记录哦太歹去啊。来，你讲，你怎么算新闻？我。 世界集团的李浩生，爸的囝婿，互你叫，警察，恁爸甲陈雪英，你要徛在一边，你毋是国华堂来的，世界百位总经理，甲你讲话，恁爸就搁一句来一句去解释清楚袂啊？我咧讲啦，讲一句话，恁爸就讲三界啊，你火就倒起来啊！爸，歹势啦，后盖我会改正。没有啊。 可是你退客白，干嘛是遐尔尊重啊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无啦，我只是好奇尔。
陈龙 K 被即马当爹了容易啊，你敢会看伊？还是干来想要做娶个啊，囝婿啊？来者，是安怎你讲话要安尼倒口正实啊？你先甲爹阿妹啦，阿仔跋落海迄工，你有分啊无？爸，我就抓，瑞德跋落海，甲我无任何关系。进前是陈玄甲我讲，瑞德偷走世界集团的钱，佮输袂土地，所以我才想要甲这个代志讲清楚。上阵阿问阿一半，我来听到枪声，入无注意，瑞德就跋落海啊！瑞德，瑞德。袁勇竟然无讲白菜，恁爸甲你警告，你若敢甲我骗哦，我唔管你用偌爱你哦，我赶快当互伊离婚哦。我就抓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好啦，就咪相信你啊，我就当作你是我这边的，你有听到无？讲甲你离啦，无代无志，你走去小叶办公室要从啥？就小叶啊，打电话我，讲哦，用关伫个办公室，我个好像关袂起，想要斗三工啊。现在一入去哦，我都叫关起来啊，我叫设计，啊对方哦，帮我想讲休息啊。所以小叶直接叫锁起来。嘛不是嘞，伊不要跟我讲哦，也无卡我。嗯嘞，你卡好叶啊，你愈讲，我恁爸愈听愈乱。啊，伊无卡好你。啊！电话是伊的声。爸，现主持的诈骗技术哦，才足高明的。只要有小叶声音档，不管是任何人，拢当记作是小叶在讲话。假使接电话的人，等咧向向公公，就真正有可能被骗去啊。我看我也是叫光头去查清楚。你跋落海迄天哦，我较早熟悉遐兄弟，到底是谁冒这生意，请人吃土豆去当罪，敢安尼做的无几个。像遐尼久正常的代志，敢要猜着？那你放心啦，恁爸即马哦，虽然讲是白色色啦，啊，我光头伊下骹手人哦，嘛是有伊的人脉甲方法的，迄落会出。无你即马是安那？生意做比恁爸较大个哦。爸，歹势啦，啊，客户要找我啊。你什么时阵来吃过啊？我是几千亿的生意啊，都话你一直叮咚叮咚叮咚的哦。啊，公司就真正有做一大件处理啊。公司有大件处理，你去无用啦，莫徛你遐叮咚叮咚吵死啊。好啦，我先来保养一下，好。